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是小精灵哦，小精灵不见了，吓我一跳。哈？啊，就是哦，对，我忘记跟你们说，就是有的时候小精灵会变成我们的样子。哦，对，他假装是我们。哦，啊、白痴！我第一次这么不想跟卢昌在同一个房间里面。谁来救救我？而且等等。你标记了一个东西，所以那个是小精灵标记的血包吗？太过分了吧！可能真的、啊，他一直跟我说卢唐标记一个东西啊。啊，那个对，那个是那是那是我那是我标的，那有标的吧？我被抓，我靠！我被揍，我再被揍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 BB 吗？我来了。你是在我面前喘吗？你在哪？我死你了！对，太刺激了吧！我死了。你死了？对，真的？我被那个 BB 捅死了。我刚说 BB 是你吗？你说对，是我。因为我看不到你。你不要！你现在睡着不是会打？操！我来了！我来救你！可是你在哪里？啊！是，刚刚该不会是真的吗？我叫你！哦，你是什么？啊，吓死我！我是我，你是你的队友。我在这里。不要怕！不要怕！哎、欸，小精灵，靠边！小精灵要出来了，躲这边，这边，躲这边，靠边，这边，对，不要动，我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准备来推阿峰了。可是我为什么我们出怪出那么频繁啊？我想说刚刚其实时间好像他一段时间会就会出哦。